大家好，我是小黎越南姑娘。今天我要准备做中午饭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鱿鱼，很新鲜的，已经煎好了。排骨，猪肉的排骨，这个里面是冬瓜，菠萝，还有其他的要准备好。现在的就先准备好东西，然后一会大概10:30左右就做中午饭就可以啦。你们那边可能是没有用菠萝煮菜，对吧？但是越南经常这样做的，味道酸酸甜甜的，蛮好的。准备牛肉煮汤，我就要煮一点那个红豆糖水，先把红豆煮好，再加糖。把火放大一点，看一下，这里是农村，所以房子的院子比较大。这个就是菠萝蜜树呢，木瓜树，然后这边就是甘蔗。给你们看一下这边的风景哈，安安静静的。这个是我们叔叔家的摩托，这个就是越南人吃平时吃的菜。今天是我们吃中午饭，这个是排骨，然后鱿鱼炒菠萝，牛肉汤，我们吃的东西比较清淡和简单。现在外面很热了，这个就是三个人吃的饭量。好吧，简单给大家看一下现在要吃饭了。